来自韩国的艾斯乐小兔 is a bunny， 外形像棉花糖般软萌，粉嫩甜美，却又带点个性时尚，在韩国、日本、泰国等地都拥有超高人气。迎接兔年，艾斯乐小兔首度在台推出期间限定快闪店，即日起在台北、高雄两地同步登场。台北展区位于华山文创园区中，从内到外打造各式场景，要让粉丝拍好拍满。高雄店也有衣帽间、旋转木马、玫瑰花墙等粉嫩场景，让民众拍照同乐。期间限定快闪店是艾斯乐小兔首次在台举办大型活动，店里贩售的周边商品也几乎都是首度曝光，更有不少商品是快闪店限定，别的地方绝对买不到。即日起消费不限金额，并追踪艾斯乐小兔官方 IG 或脸书，就能获得独家2023年历。一评新闻网台北报道。